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是汀州古城最古老的城门楼三元阁，就是我身后这一座了。这也是我们汀州古城最古老的一座啊，也是叫广楚门。现在大家就跟随我一起去穿越这道只有1200多年的城门，来进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通道，有很多老人在这里休息。哇，还是挺长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一个都是非常古老的石头砌成的这一个拱门。我们穿过来了，当地的客家人就是通过这道门来往于整个城市之间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长汀古城的店头街了，这里代表了古代汀州繁荣的一个象征。那么现在呢，也成为了当地一个文化美食旅游的一个街道。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下，来寻找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和特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的是福建长汀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探寻一条具有1200年历史的汀州古城墙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条了。现在呢，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出发，一起去探寻这座具有中国最美古城的历史古韵。这座汀州古城墙呢，始建于唐朝大历四年，至明清时期呢，汀州古城墙总共有5000多米，设有12个城门。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座城墙，其实只是原来汀州古城墙的1/10，因为在1924年的时候呢，这座城墙因为拆了，被弄坏了很多，现在保留的只是已经不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当地的政府呢，最近这几年也是为了能够重点。打造这个汀州古城这个文化品牌，特意重新再修复了这么一座城墙。沿着汀州古城墙走，我们发现还有3座古城门，眼前呢就是其中的一座古城门，叫做汇集门。这些城门楼都是明清时期的砖木结构建造而成的，气势是非常的雄伟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个长汀呢，在中国的唐代就已经是福建著名的5大洲之一啊，所以被称之为福建西大门。它位于闽赣粤三界的交汇处，所以地理位置也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说在当时的唐朝政府呢，花这么多钱在这里建一个这么长的古城墙来保护这座城市，可见这里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，也不管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也是极其的重要。而且在古代的时候，汀州人是非常的繁荣，经济繁荣，很多来自北方的客家人都在这里聚集，所以说长汀呢也被称之为客家首府之称。说到长汀呢，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一个人物，他是我们中国10大国际友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。他曾经说过，中国有2个最美的山城，一个是福建的长汀，一个是湖南的凤凰。于是这句话呢，经常被作为长汀的介绍词。说来也有悲哀啊，因为如果你去凤凰，从来不会有人提到这句话，而到了长汀，似乎总得提到这句话。把长汀和凤凰并列，才能说明长汀往日的美。其实放在路易艾黎说这句话的20世纪20-30年代，这么说应该是没有错的。只是近百年之后，凤凰古城还大致保持着原貌，早已飞上了枝头，成为了我们国内著名的旅游景区。而长汀古城早已面目全非，一眼望去和内地的小县城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但你走过大街小巷，偶尔还会发现一些零散的古迹。庆幸的是呢，这些年长汀县政府也试着大力恢复古貌，让汀州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关注。我现在就来到了汀州古城气势恢宏的济川门。
这座城门呢，它原名叫做义清门。据说呢，在这座古城门上曾经发生了一段非常悲壮的历史故事。据历史记载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清兵陆敏，我们的南明皇帝隆武帝呢，曾经跑到这里来躲难，携带了他的家眷啊和他的后宫的后妃来避难。当地的汀州官兵呢，都集体跑到这个城门来守卫。那么当时清兵由于攻打不进来，站在这个汀江的对面呢，集体来放火烧掉这个城门。最终呢，汀州的当地官兵和这座城门一起被焚毁了，还是挺悲壮的一个故事的。如果你看过了湖南凤凰古镇的少数民族风情，不如来我们福建汀州去领略不一样的客家文化。芒果看天下，和我一起探索未知的旅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